家好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，你的支持是我的鼓励，谢谢。妹，我们来哪里？我们现在去哪里？啊？拿东西下来，拿衣服下来。啊，可以。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我们来温泉，我们来蒸温泉，够吗？开心吗？嗯，开心哦。MCO 过后很久没有出来哦，对不对？以前你最喜欢来这里的，嗯，我们来蒸烧水，烧烧的。走下去，走。哦，你走。好了，下去啊，脱鞋啊，东西放下来。哦，这个温泉是在什么意的温泉？还算干净，所以我们经常来。水温大概是30度左右，30度到40度。环境是蛮自然的。现在有一点点太阳，这个池是最热的，好像下一点点毛毛雨了。嗯，我再脱下来，可以了咯。好，来，东西全部拿出来，T 恤，全部拿出来。嗯，东西放好好。不用不用拿，放这就好，放这就好。翻下来。嗯，好了，可以下好了。你下去先。去。我妹妹每次下水哦，她都要脱掉她的绑头发。好了，可以有了，我们下去，来，走，来，哎，行要快啊，快点，快点妹，好，可以了，来，一下，刘彪真。来，蒸下来。来，秀二姐。来，这样子，蒸下来。你蹲下来。蹲下来。蹲下来，蹲下来。蹲下来。二姐是。不会烧，这个不会烧，那个是很烧。没来，下来，下来。来，这样子。开心吗？哦，开心吗？不要弄坏，不要弄坏，我电话在这里。不要爬，不要爬，啊，不要爬。啊，每次哦，蒸水哦，一定会有强迫症，会把他的胸部那边爬到流血，哎，流血很头痛。妹，好玩吗？开心吗？开不开心？这么开心哦。回家了，我们蒸完温泉回家了。哇哦，蒸完温泉的皮肤好漂亮啊！妹，真的醉，回家了。